啊，没螳螂啊！什么？没有螳螂、啊。简单的东西。哎。在哭哦。我是在卖东西呢，你是在满了没？你满了？你满了吗？没有。啊对啊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要买，你要买哦。用啊，这个丢掉就好了。他们要说呢。啊，没用，没关系，不用。然后最尴尬的是，我现在的画面始终是红色那一只的死床，不是带队的死床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哎。 团团登不进去，哭哭。你居然登了进去，哇！登了1个小时又十几分钟哦。哎、欸，然后我现在陪我玩的这个干爹，他香港人，他比我还早先进去的，之后他中间断掉过，然后断掉过又连回去了。他们就在猜，不是猜啦，合理觉得。 是不是在他们那边？哎、欸，团团，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叫做“攻守团团”呢，想说是你，然后就想说不可能啊，团团不会取这种 ID 啊，顶多取一种射进你的心啊，什么东西的。嘿嘿，对啊。 优化安安，你知道想做一件很白痴的事情，但是我做不了。我想点开他的照片去偷看，但是点不了。我们先去设点。好。对啊，拍了1个多小时哎、欸，刚刚都一直在等，说好羡慕哦、喔，怎么可以？那就看着这个小可爱在游戏里面一直狂迷路。 你就一直走这边，一样是沿路走，然后为什么不走到后面一点？就是会遇到这个，这个的话会有中毒，而且它敏捷很快，咬人又会痛。你看敏捷很高吧？不要刺我，我会痛。你看敏捷再高也怕断腰。好哦。你登分流级，你不要登11到20。 11到20是没开的，对，好像没有开启，跟白痴一样，跟狂奔。我们是分流9，我们在9，然后喵哈那时候是登6，现在应该现在他说全红了。对啊，全红编制。所以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啊，应该不用开台了。然后想着想着，哎，进来了。然后刚刚有人就是登进来的瞬间呛到还是怎样，很正常。因为我刚登进来的瞬间，我是吓到、啊，进来了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抢到这个宝座的人是我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冰冰吗？对啊，哎。 因为现在这个真的很难抢，抢到有点就是你在怀疑自己没有抢到，或是有抢到，真的很可怕。啊，对啊，再冲大小。 你没有办法，哎、欸，他现在写说伺服器负荷过重，请稍后再死、欸。哎，过重。对啊，他说伺服器负荷过重，请稍后再死。啊，记得问哦。问他，就是点那本书对不对？点什么书？问这个人呐、啊。点那个人。对。哦，好的。问过就好，一次就好。问过了。好。没有人处理什么？快要。你有伺服器吗？不是没有人处理，喵他是说，人家工程师下班了。哦，真的有可能呢、欸。啊！工程师放了20天的假还不够吗？对啊，我又会用责任心，工程师的干就应该要很虽然很不负责，但工程师的好危险。我、哦、还有团那个。只等传送那个、啊、免费传伊尔村跟圣纳卢卡村的 NPC 好像拔掉了，都好了，谢谢你。你等我一下。好。那我们去那个洞里面玩。哟，你要带我去哪一个洞？你上不是有个卡啊？我不知道现在该不该现在点呢、欸？我觉得现在去那边点那个卡时做断线什么、啊，很恐怖哎、欸。就是看要不要经验加倍啦。在想这个问题。我觉得还是先不要好了。对啊。工程师们都下班了啊！如果万一这断了，我们就很亏耶。对啊。赢在人数优势。我先打什么史莱姆吗？最边边的那一株。先打蜘蛛。蜘蛛会中毒。好。两只打不通的敏捷都很高。小六，哎，小鹿安安。没有库不可以闪，因为他们都下班了。哦、不是哦，原来是史莱姆才有中毒哦。哦，没事啊，蜘蛛先打也好，蜘蛛血量比较。所以先打什么？蜘蛛。我想到先去救子了哎、欸。可以啊。因为有得补血，但是现在救子有一个很亏的就是没办法偷渡。不然我们先偷渡啊。就花500块，我们去设个点。可以，反正我们5000块嘛。是，我们要活得过去。你看你现在血量。我有那些丸子什么的、啊。你开了、喔。有开啊。哦。不吃白不吃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登进去哎。就是不会变白痴。现在能玩就玩，能爽就爽。真的，那时候公测的在公测的时候省了一大堆东西，结果。 真的，结果全部被删了。莱姆很痛，因为它是地属性达到地的打水的很痛啊。为什么要打我啊？哦，第三次真进去了我，小可爱进来了。嗯。哦，我真的是棒了。等你换班也去排排看，加油！跟你讲，团团，我们刚刚在讨论，你只要三只灯的进来，可以跟什么9连宝灯一样可以拼吗？真的，我现在9连宝灯了，我9连宝灯达成了，你达成了，我们世界冠军了，真的。 蓝色是一嘛？蓝色是螳螂，蓝色是蜥蜴啊，可以加鳄鱼啦。你的是绿色。哦，对，我的是绿色，对不起，我色盲，好好羞耻哦。 我一个人可以打那个树妖吗？你现在那只吗？对啊。不行不行。不然你继续组冰冰跟或那个啊追追啊，给他们带路。遇到怪你再去打就好了。如何？他们在哪里？你问冰冰啊，跟他约一个地方啊。 哎，冰冰，我有螳螂哦，我超香哦！靠药。你这两只尽量不要打同一个，因为你这两只很痛。好。伤害太浪费了，懂吗？我懂了。所以才会想带弓箭啊，弓箭它不会合。 跟最转职了，不是现在只是需要一个转职，没有转职没有比较强啊。我现在只需要一个可以帮我带路的人。对啊。我常常受伤了，干我要死了，小可爱啊死了。现在的宠物是礼包送的吗？还是抽的？哎、欸，送券抽的。好刺激哦！哎、欸，有人哎、欸，我看到有个人的名字是写是否可以玩下去，他是不是对这个游戏已经失去信心了？我是看到你刚刚在玩的时候，有人的名字区，妈，我登进来了。真的耶，真的要取歌。有几率抽到剑系虫吗？没有，就御三家、蜥蜴、螳螂跟蜜蜂。 小鱼，你在哪？我在死人旁边，那个城门那边。我先去医院，我小可爱的螳螂坏掉了。我跟他讲话吗？对，好500块。我们就不用打 BOSS。 我花了500块，然后哦，就会带路，对。过来。去哪里？哎，还要重新组队哦。对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。哎，我不能。 好了，这样很刺激哦！会有放魔法的租金。那现在要打什么？一样啊，左右。 它会放混乱的啦，就是会让我们自相残杀的技能。有人 ID 叫宝贝，登录宝贝。你看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要死人！哎，我看到了，可能会死人哦。记住。我看到，我在 W1了，我走到了，我好强哦。 你不要动！好刺激，好刺激，会不会死人呢？我不是跟你讲说你不要打同一只吗？你宠物可以打后面那一排的啊。哦。你看会杀人呢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这个动不了？ 还行，这边只是来设点而已啦。我们等一下要回去继续练。好哭啊！前面那个，对，前面那个优先打。哭啊！ 哎、欸，冰冰也是螳螂哎、欸！你们都去死吧！我们会不会死人呢？不会。 没事的。这边路顺利的话要走30秒。呦，那个是另外一个，那个是另外一个迷宫，好可爱。先打哪一只？上还下？都可以啊。那我全部可以在同一只吗？不要浪费，可以随便，要打都打，能秒一只算一只。那我就。 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冷冻素精？它叫冰冷素精吧？叫冰冷素精啊，什么冷冻素精？冰冷啦！哎、欸，11只了，12只了。它攻击超久，有个废弃的。来了！干嘛？很痛。我要死掉了吗？我宠物要死掉了。要吃完吃了吗？我们可以的，我们用秒，然后 K 他，然后我们出去就吃了。小飞拍得快，我知道啊，辅导充裕啊，我刚在看啊。点哪一个啊？新手补给？什么？嗯，我没有设置操作。 威胁了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嗯。报告，我想吃冰棒了。哎呦，宠物要怎么补？补什么？要走到医院才能补血吗？宠物？你也可以给它吃啊，是补品。哦、可以。 快到了！可以的，我们可以的。哇！哎！哦，可以了。给他补满血之后，小鱼干嘛？那个卡死闹钟，打开它。 好，我们来往这边练等，先去补血。补血还好啦，我们先去射点，射点比较重要。好。哦，所以射完点，我们冒死射完点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传送过来，容易打一点。对。好诶。你要跟那个这个讲话。 请多加利用。好的。好了哈。好的，好的。船长家可以补血吗？可以啊。哦，船长家不行，我们要去医院。好。我们要去医院。院。 等我一下哦，好了，我们要不要在久等快胜等前再来一次？这样就可以少付一点钱。他说十等前是不用付钱的啊。啊，我的等级跟你不一样啊。哦，对耶。对啊。那好吧。好了。好，打开那个卡时闹钟，小闹钟。物品。 欸、等一下，可不可以卖东西啊？这边可以，可是有那个哦，折价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它就1、2块而已。好啊。啊？对。等一下卖多少？哦。 它那个闹钟也可以卖耶，可是不要卖到，嗯。好了吗？等一下，还没，我要怎么把它拉回去？哦，这样拉回去。啊。确定。好，我先给我一点点它。快点，我卡时在扣了。 好了，等一下，你不说好了？好啊，走了。那个卡池啊，有人受伤了，哈哈。 可是我刚刚有一包开到是2个小时，随机的啊，1到3小时啊。好像有个开到3小时，有个开到2小时。我2个2小时，1个1小时。哎。这边怪最多5只，通常5只会有1只是1等。 恭喜幸福，谢谢。我们来帮团团加油，团团喵哈加油，加油！七。我不知道带我去哪里。嗯，好冰冰啊。对啊。 因为为什么前面不救的，就是刚刚那个负500块的地方。战斗系的话，不能这样偷渡。他带我去医院 ，hospital。我觉得等等录完你再来死吧。好，团团辛苦了，辛苦了。 这个怎么那么难登？你也在登吗？真的啊，我觉得他真的希望他在家开伺服器，我没办法，优花抱歉了，给你这么惨的体验。台湾人的排队体验。 你又升级了，太棒了！像我们没有职业要到20等之后，看你有没有要啦。因为后20等之后，我们可以免费过做地理洞穴，另外一个地理洞穴。哎呦！你确定我们来这里不会死？感谢雷姆斯尼婆，超级留言。哎，不能打后面那一只哦。可以啊，哦你因为你不是原对啊，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你要就是打死那个左右，不然它里面通常近战都不能打到后排。哦，我懂了。对，所以我才会拿弓箭。 看你们打冰棒就好，前排都前后都可以打。嘿，棒！有东西叫小刀啦，小刀的话是前后排一起打。看我们打就好，没关系，你再努力看看。可以的。好不好？你进来了，团团也录影好了。你看5只都对，其中有1只是1等的。有看到？只其中1只是1等，怎么看到是1等还是2等？你滑鼠一上去会1只是1等。哦，我看到了。 就是90吧。那通常这只就很，通常都大家都喜欢抓1等宠，所以它的1等几率超高，所以它的价格非常高。所以这只1等要抓还是不抓？就是不抓不。我们不可能，我们抓不了啊，我们不是封印师。哦。小丸子，他名叫小丸子。久等了，好开心哦。然后在这边练到快20分，没有要在这边练到20分。但在这里练到20等，我现在才9哎。对啊。好吧。你知道以前多难练了吧？真的很难哎。而且现在是有加倍再加倍的。我好难啊。我太难。OK， 蹦。国民工。哎，这个啦，这个是3小时卡包啦，这只啦。怎么啦？这只就有3小时卡包。我遇不到，要给你遇啊。什么意思？遇怪啊！登不进去啊！喵哈加油！我刚已帮团团加油，他去露营了。可以的，你行的。什么？他们想去挑战奇动？哇！我、哦、遇到这个还好啦，他打不通，他麻烦的事就是那个混乱魔法。大家补血喽。好的。我去加一。如果他是东侧那时候的中辈的话，我们打他一定很快。他们不痛。不是说东侧时候的装备很 OP 吗？超 OP 啊！等我刷完手游进不去，我要去露营啊！边刷手游边录嘛，不是边刷手游边登，哎，他是边刷边玩啊。哦，是哦。哦，是哦。对不起啦，到。哎，为什么我有一只没有吃到那个？没有吗？好，有了。好了，2只都好了，谢谢你。我带你去看看，原来转职任务只可以单人过，没有啊，可以2个人哦，要先解散队伍再进去。你解散队伍进去就好，我带你去他们刚刚去的地方，叫做奇怪洞窟。那边很奇怪哦，那边我觉得会死，那边怪16、17等。我们可以的，我们那么猛，我们才9等、10等呢，8等、9等这个，这个吗？对啊，你看一搭，这些都是没有职业的人，就跟我们一样嘛。先打那只看门犬吗？对。这边最多好像会有6只还7只，很痛哦，很痛哦。哇，干嘛啦他？所以我是带你进来试试看而已，我现在没有想来这边打，还好只遇到3只。可是这里是升很快，是不是？很快啊，这边是当时练到20等的地方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因为有两只那个啦，2只不是战斗那个，不是物理的。你懂吗？你一只加魔力的在这边，挖什么？他们冰棒。刚刚一场500多经验，可是你也快死。 好爽，500多经验。本来还想说，如果这游戏能氪金就氪吧，啊，结果到现在连457都不稳了，还说什么氪金呢？你说我？我说我。哦，我会氪啊，看他卖什么。可是，待会在干嘛？ 一定会卖加卡斯的东西啊！卡斯买啊，买啊，看，不让我带你血。好啊，就打只螳螂就对了，对啊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对啊，打死他，对，打死他，对，打死他，让他来打，其他都满，多讨厌我的螳螂啊！对，打死他。 对我一起站呢，冰冰是不是他原地不见呢？他说转职任务，他去解转职任务啦。可是他是在我面前原地不见呢。他断线了吗？我觉得他是断线了。冰冰，哎，他说什么？右下角的商城领取背包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点到了、欸、哦，有哎、欸，哎呦有哎、欸。 点开2小时卡包，解开1.5小时，再来一个1小时而已。那怎么会有1.5小时这种怪东西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刚刚有1.5小时啊！我刚以为你在骗我，什么？1.5？哇！我什么时候骗你了？它是不是可以加进去？那现在完了。 开，我一只角色不动了。什么？没有啊，你3只角色都在动啊。不是，我等一下绿色那只会断线。那我可以补小可爱，还可以补位了。你要怎样走过来这边啊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完蛋，我绿色不会动。小可爱要死了。绿色不会动了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不会动了耶。 不是啊，你有没有看我现在是绿色那只不动，不动就代表我断线了。我看到你，可是我现在也不能按啊。我就跟你讲说，我的绿色画面那只已经卡住了，我现在连进战斗都还没进战斗，有没有听懂？哦，哦，我懂了。有没有断线了？我看到你断线。排队喽，繁星星。看隔壁有拜咖那个。什么？对，我现在要付钱了。我要付钱了啊。好了。然后他点到回到重生点，好，我也在重生点了。 听起来很气，因为我宠物死掉了。也很气，我妈，我很难过而已。是重点是断线的是战斗系那一只啊，打比较痛啊。另外这一只真的是没什么贡献，早知道那。那你要不要煮小可爱爱？我就说你要你有本事过来啊！你现在我们要全部重新回去走一次。不会，我有一只断了。哦。啊。好，我看到了。可是另外一只也断了耶。哪一只？小鱼可爱断了。对啊。小可爱跟小鱼可爱都断了。是哦。没有，问你啊，都断了吗？ 我现在有一只是卡画面的，这是小可爱啊。你的小鱼可爱可以打吗？不能，它卡住了。哇，好，是小可爱爱了。然后回去。不会吧？如果。 他说第三只账号有的话，我会崩溃哦。什么第三只账号有？就是后台判定说我第三只账号还在线上，这样子我有啊。他说游戏只允许躲开500再开新视窗了，完蛋了。我只有2只，那就是要重开机了。甚至还没有回音，全部我现在3个视窗都没有回音。 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又在搞了，又在搞了！我们的卡包又被吃掉了，又在卡了，又在搞了，又要来重登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更好？1月你接我过去吗？现在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。恭喜。丁丁说他接我。 现在已经不是你能接火的问题了，他已经人回不去了。我3只全断。 瞬间剩2个人，你是不行的啦，感觉会死哦。4倍的伤害啊，干嘛？不是我想抛弃你的，是这个游戏，这个宝贝，这个宝贝在搞啊。 宝贝，别搞事啦，宝贝！宝贝，宝贝，别乱搞啊！别搞我，啊，宝贝！会不会被人打？他一直跟我说让花束休息一下，休息很久了。哦，你没死哎，进去1只了。 你在哪里？在城的小鱼可爱在城城堡内了哦。对，在 S2。那我可以怎么点？我可以怎么传送？我刚刚不是有设点吗？我等下带你啊！我要顺便重用。你在 S2。嗯。点2下过来。对，点2下。 哇，我另外一只进步来了。那你另外一只嘞？就这一只而已。还在急。还在急。 打，那就打素金。你1只已经很棒了。啊，他说我没有回复的必要。不能随便按叉叉哎，按叉叉会卡，会出事哎。啊。可是你离线之后，它的卡包是，就是它的卡池是不是会帮你那个掉？嗯、就关掉啦。哦。买东西喽。好诶、欸。按错，交。卖。全部。哎、欸，现在始终不能卖了耶！哎、欸，我还没卖完。等我一下。最白卡了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你。啊！我刚有人在那边，刚有人在那边乱扔呢。乱扔。我想重开啊！重开要重排队，而且是排不知道尽头在哪里的队，对啊，很可怕。 啊，其实我们可以就职传教士了啦。就职教士是补血的那一只啊。哦，可以耶。那、啊、我们就好像比较开心一点。这只是魔法哎、欸，刚好。哦，对啊，所以才帮你用那只啊。哇，为什么我会记得？是因为你用法色去记那个吗？记名字啊。你记得到名字，我自己都记不到哎、欸。吧。我在哪个服？第二个伺服器啊？还是他有加开了？不可能吧？对吧、啊？就维护。在我们问我们在几瓶吧？哦，几瓶哦，酒，分流酒。我们可不可以骗观众，然后让他们不要在这里排队？不是啊，我现在也进不来了啊！我要全部重开才能进得来啊！应该说重开机我才进得来啊！ 哦，我知道你说就是全部按叉才能。对啊。可是你敢吗？当然不敢啊！还竟然不知道怎么。跟你说，我刚刚就是这样子哦，全部从关掉重来，然后我现在才进。换另外一只卡着进不来，而且也说是输出角。不知道我死等新手礼拜会开到死。死等的那只被挤出外面。你这是死等啊，北西。哦，是哦。哦，是哦。哎呦！ 全部都拥挤，全部都红彤彤啊！嗯，是的啊。没用，不能跟别人对战。你要跟我打架啊？要。 下载重载也登不进去，对啊，现在是爆了啦！现在只能进前10个，11到20是假的，然后所以是现在，因为当时公测还会怎么样？还会加开伺服器，他现在，但现在他不给加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 开日麻了，可以开日麻，然后我们用小视窗偷偷刷，把声音关掉，然后都刷进去再说，哎，换游戏，换游戏啊！没有啊，那个雀魂宝贝，为你直播的是雀魂宝贝，要不要真的开日麻？不然我换你20，下个月。 东西，换你，会饿死。游戏好玩就在于它的重登了，你能登进去，代表自己是欧洲人，好开心哦。 嗯，来看它的酸。那第二只了。 好好，所以喵哥打团进了吗？没有。所以疾风是登了2小时吗？没有练到等，挺好。 两个有难度，它难就在于就是你三只连进去好了，你一只断线，你想连回去的话，你三只都要关掉才能冲。哦，它反制反摘，另外一只进不来。对啊。日麻少年再次失踪，没有日麻失踪少年现在有点不爽。 因为哈记真美，我有看到啊。这样子的吗？他要想打就带他、啊。好，可以这样子的吗？这不是想打人吧？天哪！我竟然在打人，我真的会生气哦。法师。 他是不是来带我？为什么风车玩法是很有用？嗯？ 啊，前期法师不吃香啊，而且会三档哎、欸。你辛辛苦苦练的技能会删掉哎、欸。 小友妹到11点吧。好，我们开台练到11啊，我自己会再练的。好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啊，偷偷来，最爽的，最喜欢偷偷来的。我真的打算今天不睡觉哎、欸。很好啊。很好。来。 麦捆都麦捆，好不好？全部人给我起来玩这游戏！啊，不要好了，你们把空间留给我一下，我有两只脏话站不进去。我有一个。 这个账号它伺服器连接中显示了快10分钟，它是对啦，对啦，好，对啦，太长了哎！阿小，他传教士哦！哇靠！ 他真的是来 carry 我们的，傻眼！我是不是被 carry 了？我两只没有战力了。大家等一下好了。魅力，好，我等一下，发现左右两只打不动，在搞毛，在搞什么？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毒人啊，你的螳螂也有啊。哇！ 酷哦！我们就可能。 真的是很怕技能挥在我们身上，真的是不是会死？如果他挥在我身上，会死啊！我看一下哦，他挥在我蓝色那只会死。你蓝色那只那么满血？不是属性克到啊。哦，我是全水的，他地打下去我会痛。真的不要乱点。 谁呀？知道，是在杀人的吗？哦，他想加两队啦，两边打，殊不知他跑错，他选错队伍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我没战力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他哦？不是吧？ 看等级差那么多，你当然也可以用那个啊，用技能啊，反正宠物用技能不用钱。嗯，快不见了。对啊。你到。无奇搜寻，愚人好。哪里？有人 ID 啊。 我看到了，白痴了。有了。逼完就跑了。跑了。 当不遇才狂遇，真的。点好了。 就好了，打个字就说好了。啊，是这样子的、哦。对啊，线上游戏是这样子的吗？打个字就好了。我好了哦。一啥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。刚刚也在问这个问题，他说他就补好了，所以就打个字之一，他补好了，什么字都可以吗？对你打任何字都可以，只要有打字就好了。太扯了，这什么默契呀、啊？老玩家的暗号吗？也不是暗号哎、欸，就是算是默契吧。因为毕竟，哦，角色全部叠在一起，也都是队长问说好了嘛，队员才会说好了。那现在就是不用队长问自己说好了这样子。魔力宝贝，对啊，魔力宝贝啊。 这游戏写得很夯哎、欸，还对游戏，真的，嗯，打不开，打不开，哎，好怀念，对啊，现在只能排队怀里。 外国登不上，不是外国，国内也登不上，大家都在排队，太难登了。等一下要休息了，啊，心累心累。下会更开心的。 反正就是反在他会一直防御啦，烦死了。 半夜应该会少一些人吧，不确定哎，我没有打算半夜，半夜应该随时。一下午就想玩，玩不到，难过，难过。 中毒了，对啊，每回合扣趴数的哦。对的，他只躺。螳螂敏也太快了吧！ Oh.我了两只字还登不，登了1个小时，快。 收到黄蜂，辛苦了。哦，都抽到黄蜂哦！啊，我都抽到水溶蜥啊！臭一样啊？他是不是很容易3只都臭一样？因为他刚刚那个人观众说他都抽到黄蜂，啊，你都抽到那个。可是最最他不是2只蜜蜂，2只一那个吗？不知道最最的。 最你抽到啥？ 那螳螂好像素质很好哎，你看，它低你1等，可是伤害打多你100。你螳螂有点力量吧？我没点螳螂哎。你螳螂竟然都没点哦？啊，没点。点一下啊，你不点力量。想说你怎么攻击一直输别人，有差这么多哦？ 我们的战力已经不够，你还不点？对不起，下出去。可是我忘记怎么点。你不点，你就点一下上面的升级啊，发光的那个啊，那个发亮点。光哎、欸。如果有嘞，你要看你左上角那个升级会发亮。兵是一螳螂，一个龙水溪。对，龙溪啊，龙水溪。对。对，他334，我才282。对啊。 而且他劈一下是可以劈死一只史莱姆的，那你劈不死就觉得哦。为什么你那么烂？我看，他升级。有没有升级在发亮？然后呢？全部点力量。啊，你要先点完你的啊。你先点完你的，然后再看上面还是会发亮。哦，好了。 好的。No no， 他不想攻击，没办法。打。嗯，看到伤害。嗯，你真的有点吗？我有点。 是我之前有点，之前乱点。你之前乱点？对。我不跟你讲，全部点力量。你有问？我确定你有问哦。知道我有问。哇，你那次被掉，你那次已经没有战力了，你还要被掉？天哪！要被掉，你不能洗啊，对不对？宠物没办法。没关系，我知道。 只好他点全部点力量，关系啊，我很多集。看他普攻315，你是暴击才324吗？他还有另外2只，搞不好也乱点啊！哪边的弓卖的比较便宜？商店的，那个东一跟西附近都有一间武器店，去买国民弓。你登进来了，武学。 啊！练起来再来继续抢，赶紧睡觉了。睡觉好，睡觉。对啊。我继续努力。好。你看可不可以把你就等一下就这一次去就职那个传教士啊？我忘记去哪里就职。我等一下关台后带你去。然后就也不行呢、欸，因为你要，不然就是等一下晚点就是凑几个5个人之后，就去刚刚我们昨那个刚刚去那个点，要花500块那边。 你看那个地图会有武器店跟放置店，那边找。其实没关系啦，你买那个平民工也好啊，因为他一开始给我送5000块，那5000块你也不用省。他走了，反正都会3档，全部都带。 好，那我带你去好了，我们单出，跟回城内吧。现在吗？对啊，登陆点内哦，在买平民就好了啊！你在1万？对对，来，那我跟你讲，你手上的武器会就不能用了哦。为什么我没法加入队伍？ 哦，我没开。好了，好了。还是无缺，你买了吗？啊，也不知道你在第几步哈。我想说，我这只没办法拿弓了，你就拿来接收吧。还没的一直吃，还没买，还没进去。 还没的意思是？还没的意思是啥？卖完。好。你在12还没买哦？好吧。好吧。再见。好吧。你在12？可以升12吗？12。认真。高喷。卖高喷哦。你在永恒？你在松子12吗？ 你要好好想清楚你这句话哦，你这句话攸关等一下我会不会继续开哦。永恒双子12吗？赶快回答我！他现在是不是压力很大？别的 YT 在20哎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三小，他是写未知哎。没事，那未知啊，表示可以登就对了。 那，你等一下要不要先？你要先登比其他伺服器，我们再来登。我现在在49了。你在15哦，真的上去了、哦。哇，感觉等一下我还是关台好了，关台后自己去练。来吧，就是这里。我要问一下，一开始要去哪里？因为我是新手。你要就职是不是？你要就职什么吗？ 你问我吗？不是啦，有人呐、啊。哦、好了，我要进去这边。你要问那老头啦，忘记全部点4哦、喔。那、啊、你要就职啊？我就职啦。哎、欸，怎么手上还拿毛？你骗我！可是他叫我去拿什么东西啊？你要问那个紫色衣服的老头，戴帽子那个。好啦，我要关掉了，先关台啦，感谢各位。因为第一次玩，所以很多东西不了解。那个，其实你可以去找那个魔力，我贴给你好了。它上面会有坐标，你就照着坐标走。黄任务箱哦。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干嘛，你可以就是走最右上角或最左下角，可以出去打打怪这样。这个网站它有很多地图啊、职业，它几乎攻略都有啦，所以你可以这边找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